家晚安。现在前导车还在外面，刚要进来而已，刚要入庙。谢谢各位的支持。
是咱国铁组全体成员，感谢咱全体国铁组，看着咱的组。前导车要进了，站头后后面就要陆续的持续的进来了。八千步啊，八千步，四十多线，八千步啊。
Bye.
多的。如果可以，我会拍到全部完，然后烧完转来。大家帮我分享哦，谢谢。可以拍到里面啊，只有小天我会拍到里面啊，因为我拿了楼梯。把它绑起来了。主要既然将的金彩天哦，那这些事情不要互相私下，互相私下，互相私下。三年后再见，三年后再见。啊，你这位兄，感谢啦。
中西安里啊，咱的教练叶文书啊，咱的领队陈良先啊，咱谢志尧、纪爱忠啊，咱的金西弟啊，咱的领队、咱的教练，以及咱这金西安里啊，非常感谢你。啊，强强强！咱大甲苗大运脚，吃不完水世家，强强世家。
我哩话袂，咱个主持人林中庆以及咱只个张飞港，江山高雄，一步天波路，天波西，有路在树下岗，江山下岗。
咱的客家者，啊，咱到啊第三宫，啊，咱的第五潜水艇啦，第六舰货艇啦，第九航空母舰啦，就像咱们讲的国立公园，咱的水族馆、水族馆，还有咱的救生艇，这是地面来咱现在来参拜，咱最后开机五马宫，啊，咱管理机关会，咱的水族馆。
的主持人说，辛苦的工作人员，强求强爱强，求得强，恢复大将，家务万事兴办，强强树大。
来偷听一下我的表演啊，咱新队伍呢啊，咱新队伍啊，这后边这吼，麻烦咱来用这空间出来，麻烦咱的交通组，麻烦咱的交通组吼啊，咱后爷朱红江，咱的新队伍啊，咱的朱红江，咱的东方艺术团啊，要来做这款的操演，啊，来做这款的表演。这是秘密。就知啊，咱今天要来共商线啊，共商十分里高地主新地户啊，咱的公正尊龙线啊，就像刚才咱管理委会咱的水委员吴建南啊，咱的总干事啊洪阳基啊，以及啊咱的教会长。我也是啊，我可能要播到早上了。
程你不用上班吗？班而已，那早上烧完场可能要看你了。
阿成，你可以六点多就可以来跟我接班了。欢迎你晚会，啊，咱的主委委员张忠元，还有咱这蒋飞刚。才第十一吧。点多才出门就好了啊，因为他八点还要烧。
中央，中华民族。